我叫范依林，同大家都會集中喺呢區為大家服務。對於大家喺地區上有咩意見要反映，有一個需要跟進嘅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可以幫手嘅，我哋都會盡所能去幫大家。我哋手頭上有啲選民登記表格，如果大家係啱啱新搬嚟嘅，需要更改地址嘅。歡迎隨時有張卡去填妥佢，咁就唔需要再翻自己嘅舊區度投票㗎啦。我叫范依娜，嚟緊我將會集中喺呢一區為大家服務。對於地區上有啲民生意見需要反映，有一個需要幫忙跟進嘅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我哋今手頭上有啲選民登記表格。如果大家係啱啱新搬嚟呢區嘅，可以攞份表發翻起，填妥之後更改咗地址，到到選舉日嘅時候就唔需要翻翻自己嘅舊區度投票噶啦。我哋另外仲有一啲人民力量輸入嘅表格，填妥之後，當我哋有咩活動嘅時候，都可以通知大家一齊參與。另外，我哋有啲義工派緊嘅呢單張係關於呢個遞補或遞補機制噶。雖然佢提出咗四個方案，但其實呢四個方案係屬於一個假諮詢，大家可以攞實翻去睇睇，下佢個利與弊，有咩意見嘅時候歡迎隨時提出。各位街坊，你哋好，呢度係人民力量前線，我叫范依娜，嚟緊我都將會扎根喺呢區為大家服務，喺地區上有咩意見需要反映？有咩需要幫手跟進嘅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我哋都有一啲選民登記表格，如果大家係新搬嚟嘅，可以攞份表格翻起，更改咗地址之後，到到選舉日嘅時候就唔需要再翻返自己嘅園區去投票啦。我哋仲有一啲人民力量私有嘅表格，大家填妥咗之後，當有咩活動？我哋就可以通知大家一齊去參與。嚟緊政府亦都會就呢個替補機制或遞補機制進行一個諮詢。雖然佢提出咗四個方案，但其實呢四個方案都係一個假諮詢嚟噶。我哋有啲義工派發一啲單張俾大家睇，大家可以攞份翻去參考下，衡量下佢嘅利與弊。有咩需要？想發聲嘅時候，可以聯絡我哋或者自己直接喺政府個網頁做一個諮詢都可以。